有了。老板，结账。哎。啊。结账。你不结账直接装袋儿？给十块钱吧。这么多东西十块钱，你这假货吧？现在敢卖假的吗？十块。好像是这么便宜呢，我再买点儿。哎。我这正着急走呢啊！你拿着，我再给我兄弟再带点。哎，老弟，你平时啊都我媳妇在这盯着，今天我偶尔盯一下，这价钱我也不太清楚，差不多少就得了啊。更何况当兵的也没啥钱，你拿着走吧啊。什么动静？啊！媳妇儿，轻点儿啊！我媳妇儿在里边做饭呢。哎，这个多少钱啊？十块。这个十块，那么一大堆也十块。哎呀，老弟，你怎么这么磨叽呢？我这正着急呢，赶紧的。我还没给钱呢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赶紧的。帮什么？要是敢动，我打死谁！栋梁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收到，请回答。起来。别费劲了，我们跑不掉的。闭嘴！我说哥们儿，别说话。你们的人在哪儿？附近到处都是。大哥，别撒，别撒！我们每十分钟要通话一次，如果我们不回话的话，他们就会起疑。根据卫星定位，他们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。部队离这里很近，几分钟之内一定会到的。对，满山遍野全是警察。你敢吓唬老子！栋梁，栋梁，收到，请回答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我们走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过。你糊弄鬼呢，大哥，弄死他们。要不这样，你们让我跟我的头知会一声，也给你们争取一点时间。要不然，他根据定位赶到这里来，你们都得完蛋。栋梁，栋梁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
凭你们手中的枪，凭我们两兄弟都想活命。别犹豫了，啊！真没到鱼死网破那一步。栋梁，栋梁，听到请回答。二班长，这边你负责。好的。大哥，闭嘴。你要敢说错一个字，我就打死你。收到，请讲。报告。我这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一切正常。于大雷说，他想吃鸭爪和鸭锁骨。班里开个会啊，新兵条例再抄两遍，以后别乱吃东西，鸭脖子、鸡脖子、带脖子就不准吃。是。什么意思？对你什么暗语？我没有对暗语，你也听到了。你们现在赶紧走。哥，弄死他们没时间了。我问你，你问他今天晚上吃什么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样讲是希望讲得自然一点，我头容易相信。连指连指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动摇动摇，我是连指，收到，请讲。集结点十点方位，有小卖部吗？有一个，但是在搜索区之外。完毕。立刻追踪二号对讲机。动摇，二号对讲机就在你正前方1公里左侧，派人前往小卖部。我马上出发，完毕。吴干事，有情况，回应方向。都跟着我的车走。我最后再他妈问你一句，你问他们今天晚上吃鸭脖子到底是他妈什么意思？大哥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一群也是杀。赶紧弄死他们，咱们走！你们现在如果开枪，就等于暴露目标，你们就真的跑不掉了。我们都这样了，你还考虑我们怎么杀你？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你们可以安全的出去。你们两个换上我们的衣服，扮成我们。冲啊！把他也送来。
不许动！别动！跑不了了，投降吧！你他妈少他妈废话，能商量一下吗？商量什么？放我走！你把枪放下，让人质出来，再商量你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你少他妈骗人！你他妈先把枪扔过来，枪！你他妈扔不扔？你信不信我一枪给我打死他？你别乱来！我数三个钟，一、二，好，好，我给你，你别冲动啊！哎，看着啊！把子弹给我，枪给你了，我留着子弹也没用。两个人啊，待在这个屋里，不准出去。他手上拿着枪啊，伤着人就麻烦了。你们俩不能出去，这是命令。班长，趴下！
怎么回事？你们俩不是让你们俩在这待着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？我是看你这受伤挺严重的，子弹是在里还是没在里啊？我看地上都这么处理，我就给拿来了。回去，班长，让我们俩加入吧。现在这个情况，等到他们来支援就晚了。对，班长，你这受伤还挺严重，还流着血呢，所以这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是。那你俩得听我指挥。是是。这一带地形很复杂，咱们分开行动。一定要记住隐蔽安全啊，如果你们俩要先遇到他了，班长，你相信我们，我们行。对，你放心吧，这咋处理你肯定会。班长，注意隐蔽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，当哥放了我，求求你放了我，我求求你放了我，求求你放了我，求求你放了我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也怀孕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，求你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也怀孕。咱俩现在目标太大了，还是得分开。咱俩也得分开呀。求你放了我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，求你了，求求你。他妈上瘾了是吧？赵丽华，我打死你，你就不跑了。一时往枪口上撞是吧？啊！我他妈早就看上你俩活腻了。我他妈不想杀人。都是他妈你们逼的，我他妈先帮了你们俩，反正老子也活不了了，我他妈现在谁能不怕？把枪放下。枪举起来，我就打死你！把枪放下，双手抱头，放下！
不了了。你把枪放下，可能还有机会。我他妈不想坐牢！别乱来！叶同志，连长，我弟弟没事吧？跟着我的车，我给你办进门手续。好。啊，老马，行不行带回去了？带回去了。张文亮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可不像演习啊！这样，星海到。现在叶同志去吃饭。是。我吃什么饭呀？我就想知道我弟弟现在没事吧？叶同志，这样您先去把饭吃了，我们呀开个碰头会，一会儿去找您。行啊。叶同志，您跟我车走吧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奴隶负伤了。严不严重？好事儿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！把张能量拉枪洞，叫到轰动室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抓捕逃犯，最大的功劳是你的？当然是我的，是我第一个发现了两个逃犯，也是我在第一时间利用对讲机给了班长线索，是我第一个与两个逃犯进行搏斗。第一个逃犯是班长制服的，第二个逃犯是我跟辣强东一起追上的。当那个逃犯用枪口指向辣强东的时候，是我跳出来给他做掩护，才使得那个逃犯转向过来追我。张能亮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你牛班长和辣强东都干什么了？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自己说，我只说我自己的。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，论三等功我当之无愧。据我了解，最开始的时候你跟辣强东被逃犯抓了起来，当做了人质，是牛努力赶到小卖部救了你们，从而使得两名逃犯彻底暴露，是这样吧？嗯。在与逃犯对峙的过程中，牛努力指挥若定，自己受着伤救了辣强东，并且及时的用定位系统向我通报了情况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牛努力才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人，那这个三等功应该属于牛努力啊。连长这么说我同意。连长，第一个发现逃犯的人是我还是班长？你。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环，如果没有我的当机立断，两个逃犯很有可能一起走了。再想追有那么容易吗？我觉得很难。在整个追捕的过程和结果上，我跟辣强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强东啊，你怎么看？指导员，连长，就是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他也是我真心话。我平时挺看不上张能亮的，但是这一次我挺佩服。大点声！我挺佩服的。先有用的说，班长吧，咱也比不过，就不说了。但在这次行动中，谁要是能赶上张能亮这样的，我就绝对佩服。他真的是心理素质好，那遇事比我稳。当时那枪都顶我脑门上了，那枪那是烫的，特热，那管特别热。当时那枪顶我脑门上，我什么我都行，强东，什么我家强东，我爸我妈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你的感受啊我们都理解啊。这样
明天咱们部队的心理辅导干事会找你。别想太多了啊。不是那个指导员连长，不是我说的有点激动了，但是就多亏了我身边有战友，我觉得这次班长和张能亮表现都好，要把这个三等功一人给他们挖一个呗，我就不要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说给谁就给谁。张能亮，你是一定要得到这个三等功是吗？就为了不被退兵？我不是一定要得到，而是我该得到。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班长的功劳，是，我是想留下来，但我现在在这里，只是陈述事实，实事求是。张能亮，申请三等功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你们对这件事情存在异议，最后可能谁都拿不到这个三等功。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这个三等功对你们班长非常重要。连长，您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次抓捕逃犯，你们的功劳非常的大，这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对。但你们班长他不是受伤了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班长拿这个三等功会容易一些，但就你个人而言，就算你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到自己身上，你也很难拿到这个三等功。您的意思是让我把功劳让给班长？这怎么是让呢？这功劳就是你努力的，这是明摆着的。给你们班长一个三等功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确实是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，不能因为班长他受伤了就说他是最大的功臣。我们班长他救了你。这功劳还不大吗？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他吗？我知道你们都在关心他提干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班长这次能不能提干是由事实来论定，与评功无关。我有我自己的原则。你有你自己？你有什么原则啊？你说你有什么原则？你这是自私自利的原则，你知道吗？提干的事咱先不说，就现在啊，还有人要来连部投诉你们班长这件事，我觉得你有努力没做错什么。这事儿如果压不下来，你们班长是要复原的。连长，该我得的就是我的，人不能没有原则，规则和话语权是两回事。哎，于大林醒了。我知道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小伤。这胳膊。哎，行，你别捏呀。那再给你截个肢，要不要？至于吗你？别闹，没事。怎么着？有事啊？哎，想跟你评个三等功。哟，挺点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张能量非要跟你争，说他才是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个人。不过人家说的也有道理，嗯，就是说你心理上别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。没事，我没事，啊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嗯，啊，对了，那个叶同志来找你，他还没走啊？
指导员说你找我。你快跟我进来，快点！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？好得很。我能不见你吗？车上什么都没闻出来，你就跑了。还听说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人受了伤，我不见你我能踏实吗？那现在见到了，安心了。有这么跟姐说话的吗？我见到你真是好开心啊！你给了我一个好大的 surprise。我还想说你呢，我到这当兵也不说一声。从前咱们两家离得远，现在你们部队离我们家这么近，眼皮子底下了也不说一声。没走着又来了，非要让你给人一说法。人在哪儿呢？我让他等你。我去跟他聊聊。你先别去了。嗯，我先帮你解决这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是三等功的事儿还是业绩者的事儿啊？业绩者这事儿啊。哦，好，你先想走你也走不了，回头医生再找我。作训的事儿你先不用管，回头我让猛子帮你带，踏踏实实啊。哦，他砸了你的车窗啊？对啊，还不理不问的，我今天就是来投诉他的。你说我这个班长真是，先砸了我的手机，又砸了你的车窗，是不是跟我们家人就有仇是吧？哎，你为什么被退兵啊？缘由我就不说了，之前我让你赶快把我拖出营区，我想戴罪立功，现在看来有转机了。我就知道你在部会队干的这些事儿，你说你的性格能不能变一变啊？从小到大都这样。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住自己的个性，我不能让大环境改变我，对吧？任牛努力是你班长，你不能老跟他对着干啊。那你不是要投诉他吗？你帮他说话了。别岔开话题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种性格，你肯定会被大家孤立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无所谓啊，我从小到大都这样，我习惯了。我的天哪！魏同志。见着了，嗯，那个关于牛努力的事儿。哦，既然你们都说牛努力是个好兵，他又是张能令的班长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我弟弟从小父母就分居了，所以他性格比较怪异，但是他真的是个好孩子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希望你们以后对他好一点。您放心，我们对每一个兵都尽职尽责。我说的是他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您说。我相机里的内存卡被你们部队给没收了，那里面的照片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，开车开了1000多公里。再说了，摄影杂志和我是有合同的，人家现在等着我交片呢，能不能麻烦你们把照片还给我？行不行？给我个话。这事我记着。不行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再重拍。我走了。鉴于在此次对逃犯的抓捕行动当中，牛努力同志、张能亮同志、辣强东同志的优异表现，经营党委同意，撤，给予牛努力同志、张能亮同志营级嘉奖，辣强东同志嘉奖，大家鼓掌。下面，请牛努力同志上台领奖。荣誉是大家的，这个荣誉是大家的。严肃点。这次抓捕行动啊，这个每个人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我也只是啊出了自己的一份力。讲完了，下面请张能亮同志上台领奖。
我之前站在那么多人面前，一般都是在做检讨。我觉得挺好，挺高兴的。但是我要说一下，在这次的行动任务当中，如果按照重要程度来排的话，应该是我、牛努力、辣强东起到了主要作用，而其他人是起到了辅助作用。所以我觉得，我理应得到一个个人荣誉。啊，另外，我想继续穿着这身军装，留在这里。下面，请辣强东同志上台领奖。下去，下去，跟上去，领。等一下，李欣，刚才一排长讲的非常好啊！我再补充几点，最近大家的新训都有所进步。我在这儿讲话，你们往那边看什么？一边出去！是。连长好。哎，田班长好。怎么了？张能浪又和你们班黄小萌吃鸡脖子，让你撞见了。比这个严重。行。前天我们班班务会上，大家反映部队民主建设的问题，我们班黄小萌说看见张能浪在卫生队挨打了。啊，这事我知道。牛努力的事儿。牛班长也说了，确实是打人了，也欢迎黄小萌对不好的现象提出异议，但黄小萌说的都是实质的问题，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也觉得他说的没有错，当时我在场，具体情况我都了解。你继续说。问题是我作为班长，我知道这件事儿了，还是在办公会上，我就不能不管。那你想要什么说法？我要向纪律委员会上报。张亮，张亮，张亮，没劲了你啊！差不多行了，班长不易。是不是你让黄小萌说的？田小个子已经反映到纪律委员会了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还装？哎，张德亮，班长推你两下，踢你两脚，怎么地了？那是因为当时我还在昏迷，如果你这个都理解不了的话，有点没劲了你啊！你总不能坑了队友还举报人家吧？哎，张德亮，你干什么？找一下黄小萌。你下去，退回去，往后退。帮我叫他一下。这是女兵宿舍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来这儿你是违反纪律的，你班长没告诉你？我知道，我有急事找他，麻烦你通报一下你们班长。班长，张能亮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田班长，到底是你还是黄小萌告发我们班长打人？我就知道你为这事儿来的，有我，也有黄小萌。那调查的时候你俩谁去？黄小萌啊。那行了，麻烦你去把黄小萌叫下来，我有几句话跟他说。牛班长怎么带出你这样的兵呢？以前我觉得是牛班长的问题，现在我明白了。问题全出在你身上，你就告诉我能不能见吧。不可能，回去好好看看条令条例。咱们三个排长啊，那都是营里边精挑细选啊，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调到咱们新兵连的。我就说说牛努力的一排。牛努力排长平时这军事训练搞得多了，开班务会和战士们沟通少。咱们大家要知道，现在面对的是一帮新兵，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，要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哼，你笑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呀。对呀，所以说得沟通，得去了解啊。
冲。只有了解了，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咱们今后的工作才好开展。那今天先这样，回去琢磨琢磨。先回吧。哎，努力。等会儿。啊？连长找你有事儿？怎么了，大连长？你愁眉苦脸的。明天